政府要付钱。你看欧洲的一个小国家，对吧？挪威了、丹麦了这些国家，它的民主老百姓的民主素养很好，从来没让这个最早人员出了这些问题。我们的问题就是说，太多盲从于媒体给我们对，就是说人民接受这样就选不出。我当年讲，我以前在节目上也讲，总统选要把自己影子内阁摆出来。啊，我用赵春山管两岸，我用谁谁谁，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啊，导演是谁，那第一主角是谁，女主角是谁，配角是谁，那我才选你这个总统。小布希是个很没有什么 knowledge 的一个人，总统，但是老百姓选他什么，他出来的这些不。